OK，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。首先欢迎大家参加咱们周六晚上的进阶修图公开课，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，我的名字叫程海潮，我从06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，作品多次刊登国内著名摄影杂志《今日人像》，并获得了09年度的全国人像后期挑战赛擂主。好，其他广告咱们不说了啊，想了解的可以在百度搜索，在 YouTube、YouTube、哔哩哔哩等视频平台可以搜索到咱们的关键词。来看咱们往期的精品公开课。好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内容。OK， 这是原图啊，这是咱们修完的。今天咱们主要讲什么呢？哎，咱们就是讲皮肤处理，如何把一个烂片啊，咱们给它变废为宝，拯救一下。第一步就是把皮肤给它修完，要把它的脏的东西去掉，好的结构保留。我们打开 IW 格式的原图，打开进 PS 里面，它比较亮啊。通过直方图观察，它右边呢非常多，中间调也很多啊，就证明这个片子整体都是比较白的。我想把它调一个低调片，有质感，所以说我们需要把它变暗一点。曝光往左移动，放大，在移动的时候，你发现直方图它在变得比较扁平啊，不像原来那么的夸张了啊，是不是？当我压的太多的时候，右边甚至没有高光了。没有高光，我们可以再把高光往右调，哎，就是把下边的对比度下边的高光往右调，可以补回来。所以说我们在用，这个 Camera Raw 格式啊转片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曝光一定要先动，曝光决定你想把这个片子调到什么样的效果。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，最后再把白色往右调一点。对比不是越高越强啊。对比越强，它反差越明显，给你感觉是通透，是不是？但是它会丢失细节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它的高光这样特别亮，它和周围的反差特别强，感觉这个模特它失去了皮肤自有的这种自然的质感，它就像一个金属的物件一样了。哎，如果它太灰的话呢，它也不像皮肤的质感啊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度一定要把握好。今天有一个 VIP 同学给我发一个片子啊，就是他让我看他修的怎么样。他发了两张，一张呢是锐化，一张是没有锐化的。但是锐化的那张呢，他就显得皮肤非常的干燥。这就告诉你啊，皮肤质感它是水润般的质感啊，它不应该是干燥，失去人的正常的肤色的这个状态。比如说你的嘴巴干的话，是不是起皮啊？起皮的话，是不是感觉，哎，有颗粒状的东西？所以说，如果锐化过度，或者是对比加的太强，就会增强这种问题。所以说，我们在修图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皮肤保留一个自然的质感。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，回复一个一。OK， 然后我们打开图像。Ctrl 加 J， 对它进行复制，对副本进行放大，用修补工具把皮肤上比较明显的斑点痘痘去掉。嘴角这块区域呢，感觉有点这个问题啊，直接用修补工具去掉就行，你不用中性灰啊，不要用中性灰。哎，很多这个同学都以为中性灰它是万能的，并不是。重型灰修的时候，它只是适合暗斑啊。如果它皮肤上有一些病变，就像刚才这个嘴角，它的皮肤和周围的啊皮肤纹理对不上了。如果你用重型灰简单，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，只能用修补工具直接修掉。如果你观察的费劲，你可以添加一个红色，这个添加一个黑白渐变映射，就是添加我们的黑白调整图层啊，把红色黄色降低，
这样的话我们的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明显这个问题。这时候你可以在黑白模式下面把它们观察到位。好，这个步骤呢非常简单，一定要耐心把它做好。这个步骤做得越好，一会儿我们再用其他方法修的时候它就越省力。像这些比较大的问题，亮斑暗斑我们可以用中性灰修，斑点痘痘啊修不了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前后的效果。原图咱们现在还没有发，在9点下课之后我会统一发到网盘上，到时候大家都可以获得，不要着急啊，可以进咱们的公开课群下载22149155559，这是 QQ 群，进 QQ 群下载咱们的原片。对这一个步骤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。接下来我们可以 Ctrl 加 J， 对已经去好斑点痘痘的图层再次复制。复制完毕呢，在黑白模式下面啊，我们用白色画笔工具，可以刷它的光影，还有它的大的这个暗斑。我们可以新建一个空白图层，混合模式改成柔光就可以了。前景色设置为白色，背景色设置为黑色，不透明度改成5左右，流量80左右。现在我们要去掉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的大的光影结构啊，有 T 字形的高光区，额头到鼻梁到下巴这块区域。它的下巴块区域呢，这个高光在这块啊，因为它的光是一个侧光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注意啊，不要把鼻梁、额头、颧骨高光给它刷屏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就要把这块区域，把它观察成为一个面，在这个面里面，我们让这个面变得比较平整，过渡好它的光影。比如说这块区域就是比较暗，我们适当的减淡两次，用鼠标刷的时候不透明度一定要低，我现在设置的是3，如果你们用数位板可以高一点，你可以通过压力控制它的这个深浅。我们就简单的两笔把它过渡一下，咱们看一下前后效果。看出来的同学回复一个一。如果你了解一点人体结构什么的，那涂起来就更加的顺手了，你不会把结构给它弱化。我们的皮肤啊，它的纹理覆盖在层次结构之上啊，就这个光影结构之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它的层次啊，皮肤的纹理还没有进行处理。你可能会觉得它表面皮肤比较粗糙，但是不用管，以后咱们用别的方法去处理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只用中性灰修这张片子也是可以的，只是你花的时间肯定会比较长一些。比如像这一块区域，我们就必须得放大一点点修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就给它隐藏黑白观察图层，再次盖印，盖印完毕
Ctrl 加 I 反向，图层混合模式改成线性光，滤镜其他高反差保留。使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先把黑白观察图层显示出来。现在我们掰镜为9，你发现脸上还是非常的不平整，哎，感觉像一块一块的，非常脏。我们只要大的颧骨的高光保留基本上就可以了啊，所以说半径继续往右调。当画面上啊，你看到它这块过渡非常自然了，哎，你看现在看的是比刚才强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点确定就可以了啊，然后记一下这个数值啊，然后滤镜模糊、高斯模糊，把这个数值粘贴上去就可以。点击确定，按住 Alt Alt 键，点击添加蒙版，找到我们的白色画笔工具，不透明度流量为100。然后对我们的皮肤进行涂抹，涂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涂高光，你涂高光它就会变灰啊。分频的原理就是均化，哎，所以说它会就会让深的变浅，浅的变深。如果是轮廓的地方，轮廓为什么叫轮廓？因为它的明暗反差比较强，它叫轮廓。所以说这个高光那块鼻梁高光，高光非常窄，如果你一擦，高光就会变灰，它会让高光和周围的阴影保持一致。所以说我们在用分频的时候注意保留这个层次结构。那既然不能涂这些地方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修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用中性灰啊，或涂张分频等等啊。OK， 现在我们再隐藏黑白啊，再次盖印。哎，我们没有修它的身体部分啊，哎，时间关系啊，身体部分我们就不用这个修的那么仔细了，我就大概用修补工具修修就得。哎，身体部分呢，其实更好修啊，因为它没有太复杂的结构嘛。OK， 在黑白模式下我们再看一下啊，你然后你放大看，你可以看到，这皮肤高光上面呀有很多小的黑点，这就是刚才修补工具没修干净的。我们还可以反复用啊这个修补工具。OK， 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再次复制，再次反向，混合模式线性光，对它还是应用刚才的高反差保留。哎，这次我们还可以用啊这个数值，或者你缩小一点啊，改成12，然后滤镜模糊、高斯模糊，按住 Alt Alt 键，点击添加蒙版，重新擦，还是擦刚才啊我擦的这个范围，高光还是不能碰。好，隐藏黑白，再次盖印，再次打黑黑白，还是修补工具再次找。这两种方法你可以反复使用。哎，然后放大，把鼻梁上这些比较明显的黑点呀，我们就可以放大一点点修，修得更仔细。好，隐藏黑白，我们看一下前后的效果。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皮肤问题修掉，但是保留了它的结构。在黑白模式下面观察，对比更明显。我们要想修好一张照片，首先要修的像原图啊。如果你修完了之后，你改变了它的结构啊，它的皮肤质感也发生了变化，这是不对的啊。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1，有问题的可以提啊。在我现在修好的这个程度上，你可以继续用中性灰啊加分频继续优化的。
你调到什么程度这个倒无所谓啊，取决于你对客户的要求嘛。咱们现在这个程度对一般的影楼样片来说呢，皮肤就已经达到了，哎，你可以再把它修得好啊，修成杂志或者是商业片的这种级别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调色，添加渐变映射，黑白的啊，哎，把它的涂层混合模式改成明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加对比了，对这个片子，哎，但是你发现加完对比，这个片子的高光太突出了啊，没关系，你点击它的蒙版，找到画笔工具，用黑色的柔边画笔工具，不透明度为30-40，把高光擦掉，高光细节就还原。我们还可以 Ctrl+Alt+2，快速选取高光，快速选取高光，添加曲线，把混合模式改成正面叠底，然后提高一下曲线的亮度，啊，曲线提亮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它整体就暗下来了，皮肤变得有质感。接下来我们可以添加通道混合器，输出通道绿色，绿色里面的绿100改成50，上边25，下边25。调色完毕，添加色相饱和度，找到透着工具，点击皮肤，改变色相，降低饱和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把它的背景压暗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曲线，整体压暗。压暗之后，点击曲线蒙版，找到画笔工具，把皮肤擦亮，用黑色画笔擦。你也可以抠出来啊，你要想这样不够仔细，你可以建一个选区，把人和背景分离。OK，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。额头这块我们可以再次用分频给它均化一次。直接改成21左右。按住 Alt+Alt 键，点击添加蒙版，找到我们的白色画笔擦。擦完这块就好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次盖印，盖印完毕，添加一个曲线提亮一点，找到可选颜色。这时候我们可以找到黑色里面，我们可以减黄，减黄加轻，加一点点，少加轻，适当多减一点黄，找到我们的中性色。哎，中性色可以加一点点黄，减少轻，让这个肤色往这个偏橙色的方向去偏啊。然后我们再找到白色，白色我们可以减黄，减黄减少一点黑。对这一步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。最后我们再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，点击皮肤，降低肤色的饱和，色相往左来一点点，基本上就可以了啊。然后把它盖印出来，滤镜杂色，添加杂色。好，对我刚才讲的没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个一。我们还可以把他的头型头发这块啊给它优化一下，感觉像一个秃顶了一样啊，适当的调小一点。
也画一下身体。你要想让它再白一点，你可以再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，找到脱手工具，点击皮肤，提高它的明度就可以。好，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啊，如果你